被遗弃和性侵犯是两种最难磨灭的伤痕。我只是要郑文轩得到应有的惩罚。起立。之后他为你做检查，你没感觉被告将他的手指插入你的阴蒂？目前并没有法律规定要求护士必须在。看他孤苦无依，想多照顾。请问你是处女吗？李静小姐是否处女和她有没有被非礼根本没有关系。真大爷大力，他没有越用力的抓我。为什么你当时不立刻求助？害怕我？不敢。谁根本分不清楚正常的检查和非礼之间的区别？是不是有意占他便宜？我没有，我对他没有便宜。对，是不是喜欢李静？反对，没有喜欢。反对。如果你是无辜的，李静小姐为何要毁你清白？他被告罪名成立，有没有目击证？难道你没有良知了吗？你到底懂不懂无情为什么？我不想告。